Bahasa Mandarin sehari-hari, kami belajar bahasa Mandarin setiap hari. Selamat datang di Bahasa Mandarin sehari-hari. Saya adalah teman kalian, Yan Lao Shi. 明天天气怎么样? 天气预报说明天天津最高温度 10度, 最低 5度, 有点冷。 北京多少度? 北京更冷, 最高 6度。 这么冷啊? 不但温度低, 而且还有雨。 我还想去北京找朋友玩呢。 那你多穿点衣服, 小心感冒。 我知道了,谢谢。 明天天气怎么样? 天气预报说明天天津最高温度 10度, 最低 5度, 有点冷。 北京多少度? 北京更冷, 最高 6度。 这么冷啊? 不但温度低, 而且还有雨。 我还想去北京找朋友玩呢。 那你多穿点衣服, 小心感冒。 我知道了,谢谢。 Dalam percakapan kedua, Khairu memahami cuaca di Beijing dari temannya. Apakah kalian masih ingat kosakata ini? Mari kita lihat bersama. 明天天气怎么样? 天气预报说明天天津最高温度 10度, 最低 5度, 有点冷。 第一,预报,天气预报。 你看 今天的天气预报了吗? 第二,高,高,很高,多高? 这儿有很多高楼,他是我们班最高的同学。第三,温度,温度,最高温度。 你知道明天的温度吗? 第四, 度,多少度? 今天最高15度。 第五,低,最低温度, 水平低。 明天最低多少度? 它的汉语水平有点低。 北京多少度? 北京更冷, 最高6度。 这么冷啊? 不但温度低, 而且还有雨。 第六, 雨,下雨,下大雨,有雨。 天气预报说明天不下雨。 我还想去北京找朋友玩呢。 那你多穿点衣服, 小心感冒。 我知道了,谢谢。 第七,穿,穿,穿衣服,穿鞋,他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第八,衣服,衣服,一件衣服,新衣服。明天冷,多穿点衣服。这件衣服他穿了很多年。第九, 小心,小心,小心汽车,路上小心。下雨了,路上小心点。第十,感冒,感冒。小心感冒。他常常感冒。他感冒了,所以没来上课。第十一,知道,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我不知道老师的办公室电话。 明天天气怎么样? 天气预报说明天天津最高温度 10度, 最低 5度, 有点冷。 北京多少度? 北京更冷, 最高 6度。 这么冷啊? 不但温度低, 而且还有雨。 我还想去北京找朋友玩呢。
那你多穿点衣服，小心感冒。我知道了，谢谢。Apakah kalian sudah mengerti? Setelah kelas ini jangan lupa untuk ulang pelajari kembali ya. Bahasa Mandarin sehari-hari, kami belajar bahasa Mandarin setiap hari. Pelajaran hari ini sampai di sini. Sampai jumpa lagi, teman-teman.